而改善娱乐界长期人事问题，平东县政府同水利署争取1亿2000万来争取新娱乐桥，都加快比桥的排水问题。两县政府讲，全部工程今年10月完工了后，人事的面积换算是小批10公顷。美宜九义乡同盐埔乡交界的湖洛系排水管线工程，除了将原本10到20米的河坝绑到40米，还会掀起一座37米高、8米宽的九块比桥，希望做得泰福改善李港九义同盐埔三乡交界的排水问题。校长，阿个盐埔的阿个双片的个俺那个李港的湖洛社区，哦，跟那个。淹水啊，拢会过太改善啦。哦，对个农作物哦，个唔会浸水。为了强化治水的功效，亚伯的工程唔但只将乌洛海的薄片加固加固，也会提河坝的两片做5米宽的水防套路，希望本两岸的居民做得有防灾避险的通路。那顺便呢，做一个水防道路，让这个啊两岸的居民可以透过这个水防道路，或是未来在啊灾修、抢修等等有一些啊通道的进出。另外，屏东县政府也已经向中央争取的1亿2000万的前瞻预算，将会进行乌洛海上游的排水整治，希望做得彻底解决污染乌洛海流域的浸水问题。下个新闻从文林屏东报道。